觉得我可以用手擦嘴，这样就不用纸巾了。之前的时候，请问用的是？之前都拿袖子，就拿袖子。哦，拿袖子，这样不用纸巾。好。你呢？有没有大一点的？我从源头上解决。哦，我以后每分钟少呼吸五十秒，少呼吸五十秒。那你就是一分钟只有十秒的呼吸了。我开始监督你。不排放二氧化碳。对，从自憋气，可以吧？我每天都憋气。我知道有个冷知识，牛打嗝它是释放甲烷的，所以以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养牛的人家里收打嗝税。牛要打嗝，我们把它嘴给捂住。捂住也过分了吧？你让它把嗝给咽下去，收集起来，我们可以拿来做饭。你去吸牛嘴里的甲烷，哎，我们用牛的嗝来做饭。可以可以。我切实际一点吧，买一辆电车，就是尽量的二氧化碳少排。你看，有钱的跟没钱的就不一样。我们只能拿手擦嘴，要憋气。手擦嘴，没钱的就憋气。有钱的买车。我买电动自行车。那柴老师，我们每个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完成